尊敬的会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掀开讲义，看第二页。第一大段，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完整的念一遍。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上品上生者，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山？一者，至诚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何等为三？一者，慈心不杀，具诸戒行；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据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生彼国时，此人精进勇猛故，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大势至，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执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与诸菩萨受手迎接。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尽其心，行者见已，欢喜踊跃，自见其身成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行往生彼国。生彼国已，见佛色身众相具足，见诸菩萨色相具足，光明宝林演说妙法，闻已即悟无生法忍。仅须臾间立誓诸佛，遍十方界，于诸佛前次第受记，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是名上品上生者。这是上品上生这一段经文，我们先读诵一遍，大家有什么感想？经文好长啊，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到品味很高啊？接下来有没有想到我有没有份呢？今天要不要考虑先定一个上品上生的莲花？
这一段经文，因果分明，为我们念佛人增长很大的信心。就是看到这个上品上生这样殊胜的果报，我们能够不生起向往羡慕之心吗？这个上品上生啊，很多人说太高了，可能我没份，这么想真就没份了，这叫心想事成。还有人想啊，恐怕我不能往生，那真就不能往生了。往生首先要建立信心。原本呢，这一次学习上品上生章，我是想啊，把下品下生这一段经文也跟大家做个分享。本来考虑啊，先讲下品下生，啊，你这个不能再客气了，不能再推卸。我说再推卸就没了，要争取。下品下生啊，这个因果就是告诉我们，往生人人有份，乃至恶逆之人，临终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尚且感得佛来接引，何况我们今天。所以我们听到之后啊，绝不可以客气，不可以犹豫，应该怎样直下承当。极乐世界这一生我是非去不可，谁不让我去都不行，要有这样的决心。那么面对上品上生这样殊胜的果报，我们也同样应该有这样当仁不让的勇气。要不然我们学他做什么呢？不是学了帮助别人上品上生，看到别人往生很羡慕，我们自己怎么办呢？学就要用在我们的修行上。这是先把往生啊跟我们念佛人的关系说清楚，保证每一个人往生有份。我们在这一部经一开端看到，唯提西夫人向佛祈请，这个祈请的当中啊，唯提西夫人说的是他方世界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并没有啊想到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的地方。佛呢是将十方世界清净庄严的世界国土生活环境通通展现出来给他看。唯提西夫人看过之后，他自己许愿了，说这些国土都很好，世界都不错，可是啊我看中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替我们选的。我们到极乐世界第一桩事情是什么？先去找找唯提西夫人道谢，佛给他肯定，说你选的没错，很有眼光，这个国土的确是最好的。然后唯提西夫人就接着问，这么好的地方怎样才能去呢？好，这个很关键。假如说这个地方去很难，条件个很高，
我们一般人都不容易具备，那么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好在呀，没那么难。佛先讲前面的观想，这是应维提西夫人所请，讲思维正受。后面这个九品往生观呢，维提西夫人没请到，没想到，问不出来。这个是佛无问自说，所以九品往生这一部分经文跟弥陀经一样，无问自说的。为什么佛要把这一部分经文说出来呢？佛会观机啊，观察众生的根基，单靠前面的观想很难，尤其是末法时期，像我们今天修观想，不妨试试看。且不说后面很微细的观想，第一关，有兴趣明天可以试试看。落日悬谷，等到啊夕阳西下的时候，如果明天有运气啊，能看到太阳落山，夕阳很好，你去看那个太阳。这叫观落日，观到什么程度啊？眼睛睁开看到太阳，眼睛一闭上也能看到太阳，甚至晚上睡觉同样能看到太阳。这一关关成了，大家试试看，别说眼睛闭上没有，眼睛睁开都会看花眼，不容易。这才是第一关，后面还有观池水结冰，大海结冰了。为什么要观这个呢？因为极乐世界的地是琉璃的，直接观琉璃观不成，观冰做个方便。我们可能观照观照睡着了，什么时候睡着都不知道。越往后面越微细啊，所以啊，不是啊像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凡夫所能够修成的。所以佛观机观察到，哎，这个众生的心啊太粗了，靠前面的观想无法帮助每一个众生都能够到极乐世界去，那怎么办呢？好，广开方便之门，九品往生观说出来。这个九品往生观一说出来呀，我们看到了这非常欢喜，这就保证人人有份。所以善导大师啊在这一部分经文呢注解的特别详细，因为对我们多数念佛人来讲，我们所用的方法都在这一部分之中。能不能往生，那要看我们对这一部分经文有没有真正理解，有没有真正落实了。这是把九品往生观这一部分经文在本经的分量给大家做个介绍。整部观经啊，这一部分经文至关重要。那么上品上生这一章，善导大师所做的注解比经文呢超出很多倍，所以我们的重点就在学习注解。下面呢，我们接着看善导大师的注解，我们把这个注解的文呢都完整的依次序往下学习，这样保留注解的完整性。这第二段次下，就是往下面这一段，就是讲上品上生这一段，先就上品上生为宗，以先举次变后结，即有其十二。这个意思是说，这一大段经文把它细分，可以分为十二个小段。
一个小段一个小段来学习。下面第一段，从佛告阿难以下则双标二义，就是佛告阿难就伪其息，这是本经的两位当机者。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本经啊是以韦其熙夫人为发起，韦其熙夫人在家身份，这个意思啊就告诉我们，本经所对的主要对象是以多数的在家众为第一位。所以很多人看到无量寿经说上品往生要行作沙门，就很担心，哎呀，我们在家同学我没份了。你看看观经就很高兴了，观经韦其熙夫人上品上生，后面经文有啊，韦其熙夫人听完这一部经啊就豁然开悟，证无生法忍，还没往生就已经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了。那么往生呢，品位肯定是上品上升，佛有受记。所以啊，我们这个看到这一部经应该升起信心。那么阿难尊者呢，出家的代表，这就是生熟二众通通都包括了。叫着阿难实际上就叫着所有出家众，那么叫着韦其熙呢，就是叫着诸位菩萨，每个人都有份，不要客气，要直下承当。明告命就是听法的对象提个醒，叫着当机者的名字。二，明辨定其位，辨定其位呢就是九品当中的上品上升。接着说，此即修学大乘上善凡夫人也，这一句很关键。先看凡夫，别的不看，凡夫我们有份，保证啊，上品上升我们也有份。为什么呢？因为是凡夫，有没有不是凡夫的？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啊，最高的品位凡夫可以争取到。真的像善导大师说的，这个观经啊是佛为凡夫众生而说的，不是针对圣人说的，主要就是为我们这些罪恶生死凡夫，我们人人有份，从上品开始就保证我们有份。然后再来看呢，这个上品凡夫跟中品下品凡夫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前面的定位就很重要了。看上善，上善我们读弥陀经，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应该没有忘记。那个上善偶一大师啊在要解里面注解的，是往生之后，从果报上讲，那上善是谁呢？等觉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是上善之人。我们没分啊，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我们肯定没分。不过这个地方呢，刚才我们说了，因为是凡夫，或许我们有份，是上善凡夫。换一句话讲，这个地方是从因行上说的，弥陀经上是从果上说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讲的修因，讲凡夫，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只需要具备上善的条件，也属于啊这个范围内的。然后再来看前面大乘，这个就是前面说的上品往生啊，是遇大凡夫，遇到大乘发心了，发大乘心，他遇到大乘佛法的机缘，发大乘菩提心，
又具足上善的资粮，虽然还是一个凡夫。凡夫是什么概念呢？叫做烦恼没断尽。这个标准啊非常明白。如果说烦恼断尽了，就不能叫凡夫了。为什么呢？至少他是正果的圣者，哪怕是小乘虚陀洹果，都已经是入圣人之流，从此以后不再叫凡夫。所以这个概念非常清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凡夫就是我们。我们不需要把它推得很高，也不需要觉得这个境界我们做不到，我们人人可以，因为是凡夫。在凡夫的境界上，我发大乘心，我发最上乘心，我要修上善。这是说上品上升的因行啊，大师做一个总说。那么具体来讲，什么叫大乘，什么叫上善呢？下面就一条一条为我们说明。第三段，从若有众生下至即便往生以来，证明总举有生之类，即有其事。这个文呢，大家可以对照着看，就是从若有众生到即便往生，这都是讲的因。那么这一段呢，可以分为四个小段，这四个小段就是四种因行。我们来对照看，看一下我们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对号入座，这四个位置有一个对上了，上品上升有份，回家可以好好庆祝一番，将来往生就上品上升。那么还没有呢，要赶紧找啊，开出四个条件，佛很慈悲，每一条都是说只要具足这一条都可以这样往生。这是什么缘故呢？就众生啊，根性不同，机缘不同，但是只要具足其中的条件，都可以上品上升。先看第一个，一名能信之人。能信之人就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这个若有众生就是能信之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些芸芸大众，每个人都包括在内。什么叫能信之人呢？凡有心者都叫能信之人，就只要有心，这个有心呢，就只要是个众生。那有人说现在还没信，叫不叫能信之人呢？还没信，他只要有心。说他怀疑呢，怀疑是用心怀疑的，既然能用心怀疑，就能用心相信。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了，那个能疑能信的心是不变的，只不过呢用途不一样了，有时候怀疑，有时候相信。怀疑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怎么知道不是真的呢？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最初发心学佛的时候，是不是对经上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完全相信，没有丝毫疑惑？这样的人有，但可能不多。那么多数怎样呢？是需要一个过程，最初听到不理解，很难接受，然后慢慢学习，理解了，由最初的疑惑到慢慢逐渐相信，由最初的半信半疑到最后的全信不疑，这个中间需要一个过程。而前面那个疑呢，不知不觉拜拜了，跑哪去了？管他到哪里去了，那个疑惑是假的，疑是根本烦恼。所以这个能信呢，就是讲一切众生不管什么时候对这个法门升起信心，
都叫能信之人。那么在当前来讲啊，这是说遇到这个法门当下升起信心，现在已经升起信心了，这是最好。还没有呢，还没有的时候啊，要考虑考虑，要升起信心。有人说了，这个很难相信，比如说极乐世界谁见过，也有很多人问极乐世界谁见过，我就告诉他阿弥陀佛见过。你想知道吗？我告诉你阿弥陀佛的电话号码，你可以拨通了亲自去问。大家想不想知道？南无阿弥陀佛，拨，拼命拨，用心拨，用手拨不成，拨到通啊。通是什么意思啊？不夹杂，拨到跟阿弥陀佛啊打成一片了。这个时候极乐世界就在目前。所以很多人呢说这个极乐世界啊，我没见过，我不相信，你要给我看看我才相信，这个说法很不讲理。咱们分析一下怎么个不讲理。现在讲科学，科学是什么？科学讲求的是实证。实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科学家讲的实验。譬如说这个东西啊，科学家做成功了，你不相信，不相信的没关系，科学家呢会把他做试验的方法告诉你，你也按这个方法去试验，肯定得出同样结果，这叫科学的精神。那么我们用来套在念佛上，经常说念佛真可以往生，真有极乐世界啊！你不相信，不相信没关系，这个方法教给你，你也照这个方法去念念看，中途不要跑掉啊！实验没做成功就说不灵，这个不行啊！一定要做成功。什么叫做成功啊？一定要持之以恒，把这个试验做到底，做到阿弥陀佛来，好，这个试验成功了。你说会不会有误差呢？不可能有。古往今来太多的人做成功了，这个态度才叫科学的态度，什么求证。而实际上很多人这么问这么说只是好玩而已，并没有几个真的会这样去求证。如果真的求证，真有这个精神，一定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在信心这一方面决定可以得到圆满的答案。那么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善导大师有一个弟子，很得意的徒弟，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有。这个法师呢，他最初啊学其他的经论，对西方极乐世界净土这个修学的理论也好，果报也好，抱怀疑的态度，不相信。听到善导大师到处劝人念佛说要往生极乐世界，他很不以为然，于是就直截了当来找到善导大师说，你讲的这个极乐世界我不太相信，你说念佛能往生，我有些怀疑。大师就说了，你呀，先不要着急，你如果真的想求证，我这里有方法，就是刚才说的，你去试试看。这个人呢真的很难得，于是啊就闭关三七日精进念佛。结果三七日过去了，试验没做成功。这个没做成功不能怪人家试验方法有问题啊，不是保证每次试验都成功的，你可以问问爱迪生是不是每次试验都做成功，发明一步到位，不是的。然后出来之后我感觉自己业障很重，可能跟净土没缘，甚至
想要啊自行了断，再来一次舍命也要啊把这个事件做成功。大师就说，你不要着急，你呀、啊、正是因为啊心太急了，所以事业出了故障没做成功。求急的心气啊，心怎么可能会相应呢？心不能急怎么办呢？你呢接着慢慢做试验，不要急，就这样一直做下去，我保证你肯定能做成功。果然不错，这个法师啊很配合，这个试验继续做下去3年，亲证念佛三昧，跟善导大师一样，亲见极乐世界就在目前。哎呀，这个境界现前之后欢喜的不得了，这个时候才知道大师讲的极乐世界劝人念佛往生到这个地方是真的，不再怀疑了。而且呢自己现身说法，专门写了一部著作，这一部著作也很有名，涉净土权宜论，就是解释啊很多念佛人对西方净土的疑惑，是净土权宜论，劝很多疑惑的大众不要再怀疑。为什么呢？他这个试验做成功了，这个才是啊可贵的学习态度。这个法门叫难信，有很多人说不容易相信，那怎么办呢？佛告诉我们，历代祖师告诉我们，宁可相信经上讲的，信错了也没关系。什么缘故呢？将错就错，西方极乐，这是古人说的，要放心，信佛绝不会错，信任何一个世间人都有可能会错，但是信佛是绝对不会错。什么缘故呢？佛不会欺骗我们，这一点我们大可放心，佛没有理由骗我们，佛所讲的都是亲证的限量，不是理想，不是猜测啊，不是像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读到《弥陀经》《无量寿经》，哦，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理想国啊，类似乌托邦之类的，这个想法，哎，有些啊，太过偏离事实真相了。经上讲的诸佛净土，跟世间这一些哲学家、这些思想家，他们所构化出来的这一些理想国土是不一样的。经上讲的十方诸佛净土是限量境界，是客观存在，不假虚构。这一点我们要区别开来，不能把《无量寿经》《弥陀经》当作文学作品去读啊，这个不能够这样，这样失大利益。经上讲的的确是真实不虚的，我们对佛的人格有信心，深信不疑。那有些朋友说了，不行，我还是撑不起信心，那怎么办呢？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实在生不起信心啊，就不要怀疑，就这么简单。你可以不信，但是不要怀疑，可以试试看。有人说这有什么差别吗？有差别。实际上这个不信的念头就是疑惑把自己障碍了，现在呢先把这个念头放一放，顺其自然的客观的来听听看，接触一下，这个时候或许会有另外一个答案出来。也就是说不能过于主观成见，
要有这样一种学习的态度。他是先说建立信心，已经建立信心的要让信心增长，绝不可以让信心动摇，还没有建立信心的，要想办法让信心升起。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个名求愿往生，这是第二条。第一个呢能信，第二个呢是发愿。愿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跟人讲话谈一桩事情，讲完了就说这个事情你愿意做吗？如果愿意就会怎样，不由自主的点头，我愿意。什么意思呢？心甘情愿，不用勉强，这叫愿。那么对于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也是如此，不勉强啊，可不能误会啊。这个佛苦口婆心的劝，法师天天讲，看他们那么辛苦，我就发个愿去看看吧。这么很无奈的发出来的不叫愿，这个要知道，愿这心甘情愿，任何人不让我去都不行，我自己愿意去，它是一种动力。所以愿在净土念佛法门呢，它产生的功用啊，就好比呀，这个汽车啊，油箱里面加的油一样，那是原动力。如果没有愿来引导来推动，西方极乐世界很难到达。所以极乐往生全凭发愿，什么意思呢？就是全凭自愿，就是要不要去呢，谁都不勉强谁。虽然阿弥陀佛成立了这么好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天天劝，可是呢，没有勉强哪一个人。你有没有看到经上说，张三李四你要赶紧去啊，你要不去要怎样怎样啊，没有这个说法，只是劝，要不要去呢，自己做主。如果有众生欢欢喜喜发愿到极乐世界去呢，阿弥陀佛会很高兴。如果有众生呢，他不高兴去，阿弥陀佛同样很高兴，绝不会说我就不高兴去，阿弥陀佛你生气吧，阿弥陀佛才不会生气的，这个要知道。那众生不去，佛为什么还高兴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众生他就不相信，就不愿意去，佛依然欢喜。什么缘故呢？因为佛不勉强众生，众生的选择不管怎样佛都尊重，哪怕这个众生选择了地狱，他说地狱不错啊，听说地狱有美女啊，到地狱去逛一逛也不错啊，他选择了地狱啊，这个诸佛菩萨看到，怎么办呢？他硬选择地狱也尊重他的选择，要不然地藏菩萨为什么常年累月待在地狱呢？干什么呢？就是招待这些众生，既然来了好好的招待，让他们吃些苦头啊，这个时候可能会觉悟。总而言之，佛法不勉强任何一个人，总是勉励希望每一个人能自动自发的觉悟，因为觉悟是要靠自己。那么佛菩萨所做的工作呢，就是劝勉，这个要知道。所以这地方讲愿生彼国者，就是自己愿意往生的，先把这个说明白。下面讲出具体的发心，三名发心多少，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这个后面呢就是具体说出这三种心。即便往生啊，到这个地方这是果报，你看说的直截了当，就是具足这三种心。佛都没有说怎么念佛，只说三种心具备。
然后呢，即便往生，即就是立刻，这三种心发出来，什么时候往生呢？当下就肯定上品上生拿到了。哎呀，这个三种心很关键啊！哎，我们有必要考虑考虑，好好的发一发这三种心，何等为善？再具体讲到三种心。下面这个第四段就是具体为我们说明这三种心，重点在这一段。从何等为三下至毕生彼国以来，证明遍定三心以为正因，即有其二。具足这三种心，就毕生彼国。说明什么呢？这是往生啊，上品必具的正因。这先说出它的重要性。那么在第四这一段里面，分为几个小段，我们一段一段来学习。一，明世尊随机显意，意密难知，非佛自问自争，无由得解。就是佛开出啊这个九品，这是如来境界，佛的境界，大慈悲心之所流露，不是我们能够猜测的。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呢，没有人回答，佛自己把这个答案给我们说出来。二，明如来还自大前三心之数，这个三种心佛一一为我们说出，我们留心看。经云一指至诚心，先说第一个，这个地方先说清楚啊，这个三心啊不是三心二意啊，三心是一心。为什么讲三种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去为我们解释，让我们深入的理解，然后这个心啊更容易发出来，并不是三心二意的三心，不能错会了。那么先从至诚心这个角度来解释，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说的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念佛人在现前要具备的心态。这个三种心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念佛人要具备什么样的心态，保证上品上升，这个地方为我们说出来。那么很多念佛同修常常关注啊念佛能否往生的问题，譬如说，哎呀，念佛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能不能往生，将来往生时候啊能不能提起正念，这个都是很实在的问题。可是很少有人关心现前念佛的心态是不是与经上相应，现在有没有具备经上说的菩提的心态，也就是菩提心现在有真的发出来吗？这一点很关键。你看这个观经啊，讲到九品往生，每一段先讲的都是心，什么意思？心态摆在第一，心态调整过来了，甚至这个地方都没有说念佛的事情，上品上升，什么缘故啊？因为他的心跟阿弥陀佛相应了，他全体啊就融入阿弥陀佛的本愿之中。那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呢，实际上也是在调心。所以这个地方的关键啊，我们放在如何发心，换个说法，如何调整心态。发心，大家常讲发心啊，也真的常常发心啊，
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发心？用最简单的话加以解释，什么叫发，什么叫心？发就是发财的发，是不是？越多越好，意思没错啊。心呢，心就是觉悟的心念，这个心念越多越好，跟发财一样，经常讲七圣财，也就是这个意思。发，我们用最简单的话去解释它，就是开发。大家看到开矿的，没看过呢，可能听说过。那个深山里面地下含藏有宝藏矿产资源，需要怎样呢？人去开发，然后啊，那个宝藏矿产资源才能够发挥作用。同样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呀如来的智慧，诸佛的相好，也就是经上所说的佛果地上的种种果报，我们每一个众生心中丝毫都不缺乏。就像《妙法莲华经》上佛说的，我们现在很贫穷啊，贫穷到要到街上去要饭啊。有人说了，我没要过饭，实际上天天都在要饭，干什么？给人打工不是要饭吗？我们现在在六道中这么样轮转，这么样落魄，还不是要饭吗？你说可以不要这样吗？可以，明天可以把工作辞掉。不过要说明白了，要把自己的宝藏找到才可以，那没找到呢，辞掉就没饭吃了。自己的宝藏是什么呢？经上说的一滴明珠，那是比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自信本有的无价之宝是什么呢？经上说的种种美好的德行，种种啊强大的能力，种种殊胜的果报，我们每个人都有。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去开发，这个过程就叫发心。所以念佛往生先讲发心，念佛放在后面，就告诉我们你先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后面念佛是什么呢？念佛就是挖，你把这个宝藏慢慢挖出来。前面呢先告诉我们你要怎样挖，别挖错地方。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挖，挖错地方了，挖一辈子，那就是过去这个汉山大师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什么缘故呢？挖错地方了，力气也白费了，宝藏也没挖出来，到最后还埋怨念佛不灵。不是不灵，挖错地方。所以先说清楚，向哪里挖呢？就向自信。所以讲发心，心不在外，这是直截了当为我们点出来。那么具体这个心怎么个发法，经上给我们指出来有标准。这个地方先说第一个，至诚心。菩提心啊，总的来说就是觉悟的心，可是要在生活当中去运用，我们可以从很多层面去加以解释。经上呢也是这样为我们说的，譬如这个地方就讲了三种，从三个层面去解释。先说至诚心，就是觉悟的心。觉悟的心首先我们要让它具体一点，我们比较容易啊去落实。那么要有这样一个
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哎，这地方一一给我们说出来。至诚心，至诚怎么理解呢？大师为我们直截了当的做了注解，大家可以参考。至者真，诚者实。什么叫至诚呢？至就是真，真就是不假。好了，这个解释呢，就彻底明了了。什么叫诚呢？诚就是实，实就是不虚。这是先给他下个定义，下面再说他的内容。你说我是不是心很真实很至诚呢？看一看。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皆行，必须真实心中做。这是先给真实下个定义。什么叫真实呢？一切众生，我们每个人包括在内，身口意三业所修的解行，解就是理解，理解要真实要正确，行啊就是日常生活行为都要怎样呢？发自真实心中去做。这个说法已经很具体了，可是大师啊还是唯恐我们啊没有办法透彻理解，下面又补充。来接着看，不得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贪嗔邪为奸诈败端，恶性难侵视同蛇蝎，虽其三业名为杂毒之善，亦名虚假之行，不明真实也也。这是把真实具体的内容给我们说出来。真实就是不虚假。那么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学佛修行不能怎样啊，不能装样子看。什么叫装样子呢？大师说的很具体，这些话我们不好说，说了会得罪人。大家可以看很明白，什么意思呢？就是外表啊装得很像。我也读经了，甚至我每天读很多，你读几部啊？一部，我读五部。我每一天啊也都念佛，你念多少啊？一千，我念一万，总比你多。可是内心里面啊没有起作用，没有起什么作用啊？就此地说的内心的这一些障碍没有破除。这个事情啊也就是说在修学的过程中舍本逐末了。譬如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啊朋友发心也很难得，说我要每天念十万声佛号，十天念一百万声，还有呢说我每天要磕一百个，一百个太少了，一千个大头就礼佛。那么还有呢说我每天要读十部无量寿经，这个都有，我都曾经遇到过。然后啊佛念完了拜完了经读完了，再一看真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眼睛啊长到头顶上了。出来之后我遇到人就说，你念过多少佛？别人说了，哎，我每天念多少多少，告诉你不行，要像我这样每天十万声，
你才有资格跟我讲话。这就是此地说的这个情况。什么情况呢？把修学当作一种炫耀的途径，增长烦恼而不是降伏烦恼，这样一来的话怎么可能相应呢？所以大师这个说的很直接，就是既然要修就真修真干，有一点功夫是一点。我这个修学，我这个读经，我这个念佛不是用来炫耀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古来的大德，不论出家在家，真正修行有功夫啊，很低调，而且修学越有功夫越低调。你要去问他，向他请教怎么修行，他会告诉你，我不明白，我都不知道，你去请教某某大德。哎呀，我们遇到了还以为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呢，这是个大修行人，越修越谦虚。什么缘故呢？傲慢降伏了，贪嗔烦恼降伏了。不是说越修烦恼越增长，烦恼越来越增长，不管用的是什么功夫不相应。这一点大师在这个地方开宗明义给我们指出来。为什么呢？怕一开始就错了，这一开始错就一错到底。下面接着又说一段，这个说的更具体。若作如此安心起行者，纵使苦力身心，日夜十二时即走即坐，如至投然者，众名杂毒之善。这个说的就毫不客气了，就是假如是这样的心态去修行的话，大师举了个例子，就是这个人一天到晚不睡觉，昼夜十二时就是一天到晚不睡觉，然后即走即坐，如是投然，就是修得很用功很刻苦，怎么样呢？杂毒之善，烦恼没降伏，也就是说用功不相应，这个就背道而驰了。欲回此杂毒之行，求生彼佛净土者，此必不可也。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回向求生净土，不相应。为什么呢？心不真实了。何以故？正有彼阿弥陀佛因中行菩萨行时，乃至一念一刹那三业所修，皆是真实心中作，凡所思维去求，亦皆真实。这个说得很具体，因为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成就西方净土，就是真实心中所成就的。那么我们发心修学求生净土，同样也应该用真实心，一开始就把这个心态为我们说明，真实心中做。这个再往下说呢不能说了，再说呢会得罪人，真会得罪人了。不过祖师说的呢很恳切，不能够片面理解。比如说苦力身心昼夜修行，这个事情啊本来是好事，很用功很精进，可这个地方啊大师所强调的是错用了心。如果错用心的话，纵然是这样精进，他会背道而驰。并不是说这种做法不可取，譬如说精进念佛这本来是好的，可是如果越念烦恼越增长，傲慢心越来越强的话，那就背道而驰了。重点在这里，我们不能误会，不能一听到本来很精进的，算了我不念佛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偏在另外一边了。下面接着说，又真实有二种，一者自利真实，二者利他真实。这是细说，
真实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对自己的修学要真实。我们先看自己修学，言自力真实者复有二种。对于自己的修学怎样与真实相应呢？实际上啊，下面这两段说的都很具体，就是讲啊，念佛人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去断恶修善，怎样去修行，或者说念佛人怎样过生活才能够与往生相应。一者，真实心中至舍自他诸恶及秽国等。这是总说，这个一句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看破放下。大家上楼梯的时候看到老和尚写的大大的字看破放下，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说得很具体，真实心中就是不是虚假的，这个事情要认真对待。智是什么意思呢？强制性的，要勉励自己去调整心态，把心中这一些不好的念头给去除。致使自他诸恶及秽国等，自他诸恶就人世环境中的种种啊境缘让我们升起的不好的心念，秽国就是整个大环境污浊恶事，在整个大环境乃至小环境日常生活当中，要学着怎样呢？把心中不好的念头逐渐逐渐排除。我们换个说法，真正学佛人念佛人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学会啊调整心态，让自己的心时时保持与菩提相应，与觉悟相应，而不是与烦恼相应。同样的境缘，以往会生烦恼，以后啊逐渐逐渐明了，可以啊换个想法。别人遇到这样事情会生烦恼，我们遇到呢也可以换个想法，换一种心态。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刚才在用餐的时候啊，个同学就问了，说师父啊，晚上睡觉睡得着吗？我说怎么了？他说隔壁在唱卡拉 OK， 会不会干扰到休息？哦，我说我才想起来还有人唱卡拉 OK， 我都没注意到。那么一般人遇到呢，开始可能啊，如果这个心态不能很快很好的调整，人家那边高兴的要死，这边气的要死，人家唱卡拉 OK 很高兴，这一边呢睡不着很生气，这个很被动。那应该怎样呢？面对这些客观无法改变的环境，改自己的心，调心态。我有这个习惯，所以真的没感觉到。如果大家遇到呢，不妨学一下。你要想想，人家唱的那么吃力，深更半夜都不睡觉，牺牲奉献，我们怎么还忍心生人家的气呢？你这样想就会很开心了。你要再生气呢，对不起唱卡拉 OK 的人，人家那么开心，你这边这么生气，这么不高兴，你想想于心何忍呢？如果实在睡不着呢，不妨与民同乐，大家都开心，这何乐而不为呢？前几天啊，我在这个北马双溪大年，这个刚到这个道场住的地方，然后很远啊就听到锣鼓喧天的声音，
我还以为是欢迎我的队伍呢，结果到了以后才知道，隔壁呀、啊、一间学校，学校里面啊假期，然后被一家会馆啊，租去了，天天在里面练什么二十四节令鼓，一天啊敲到晚，早晨天亮就开始，晚上能敲到十二点。啊，我才知道我误会了，不是欢迎我的。可是他们说了这个之后呢，我就把这个误会保留。哎，我说他们很难得知道我要来，天天在这边欢迎我，每天给我鼓励。哎，他们说，哎呀，法师很不好意思啊，哎，正好这段时间这么吵。我说你不用不好意思，高兴还来不及。天天给我鼓舞，他们敲得那么累，都不愿意休息，我们只是听听而已，怎么还要不高兴呢？哎，这样念头一转，哎呀，这几天没听到，还真有点不舒服，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东西一样，马上就把心中的烦闷给排除了。纵然是不学佛的朋友，这样过日子也会好过很多。那么如果是学佛念佛的同修啊，这个就是经上讲转烦恼为菩提。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自舍自他诸恶，就是不管遇到自己还是他人，在环境之中的不管是什么境缘，自己不要起恶念。实际上啊，这就是教我们怎样过生活，这样一来呀，人的生活品质会越来越高，越来越不一样。否则的话，每天都有生不完的气，气死了，人家那边还高兴着呢，也不知道你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想一想，自己呀想开一些好，遇到事情不要生烦恼，纵然是极其糟糕的事情，要往正面去引导。本来这个事情已经很糟糕了，你再要这样生气，再这样烦闷，更加糟糕。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不如啊，想开一些，看破一些，内心啊，逐渐逐渐放下，不要被烦恼恶念所困扰。那么这样一来啊，念佛人心呢，当下是安的。这个佛号提起来，他那边唱着，我这边也唱着，省得敲木鱼引磬了，也是一种啊境界的历练。这是说如何在境缘当中去制止诸恶。你看下面说的很具体，行住坐卧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天到晚日常生活，想同一切菩萨制止诸恶，我亦如是。菩萨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么学这么修的，我们现在呢还不是菩萨，学着像菩萨一样过生活，学到了就是真菩萨。什么是菩萨呢？很多人认为菩萨就是高高在上的，就是被供在大殿里面的，一动也不可以动的，最好啊饭也不能吃，我们供一碗原样拿回来。菩萨不需要。什么叫菩萨呢？泥塑木雕，如如不动，这个就是菩萨，菩萨的形象。经上讲的什么是菩萨呢？高深莫测，会呀三十二应，种种变化，这个是菩萨。当然也没错，可是真正在生活当中，菩萨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没什么两样。我们每一天行住坐卧穿衣吃饭，菩萨也不例外。你可不要想到菩萨也不吃饭，菩萨来到我们这边
跟我们肯定不一样。哎，我们要吃饭他都不要，哎，我们要上厕所他也不需要。这样想，哎，就有一些误会了。释迦牟尼佛当年视线生活在世间，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心不同。这个地方要学的就是菩萨的用心。我们呢，能够学到一分心念觉悟了，在日常生活当中烦恼少，智慧长，越来越觉悟了，这就是越来越像菩萨了。越来越像，不用拿镜子照啊，不要看看，哎呀，我跟观音菩萨有没有很像，哎，这个看不到的，心越来越像了，这就是菩萨事业，菩萨的生活。菩萨的生活是开心的，啊，没听说过菩萨天天生气啊。菩萨的生活啊是自在的，没听说菩萨天天被事情困扰。菩萨纵然有很多事情，他在这个里面依然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尘，他是自在的。我们要学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的态度。一般人在生活中会造业，会生烦恼，我们学了佛，尤其这个一段列的上品上乘，上品上乘嘛，就是高品质的生活，念佛人当中功夫上乘的，不仅仅说将来往生是这样，现在我就可以学着这样，生活环境没改变，工作没改变，样子也没改变，心改变了，于是就会发现感受不一样了，这就是现前受用，这是自己。下面第二段呢，这是讲二者真实心中勤修自他繁盛等善，这是与人为善。前面呢着重在自修，自己调整，这个地方呢是讲到，哎，要劝人了，要帮助人了，因为这个上辈上品发心啊，是大乘心，是心量大，不仅仅说我自己要去，而且啊，衷心的期盼每一个众生都能去。那怎么样呢？我要劝有缘人。所以这个一段就说出真实心中口业赞叹阿弥陀佛及一正二报。什么意思呢？就是给人介绍极乐世界的好处，阿弥陀佛的慈悲，念佛的利益。简单的说，就是劝人念佛。大家会不会？不会啊，要考虑考虑上品上生要不要去。可以学哦。那有人说了，我不会讲经，这个经也读没多少，哎，我也知道很好，可是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阿弥陀佛四个字会不会念？会念，会念就可以了。从今天开始打电话，接电话开口就是阿弥陀佛，哎，要挂电话之前你要告诉他等等阿弥陀佛再挂。什么意思呢？这就在给人种阿弥陀佛的金刚种子，这就是在口业赞叹阿弥陀佛一正二报。一报就是极乐世界生活环境，正报就是极乐世界的佛与菩萨大众的生活。那么最简单的说法呢，就是劝人念佛，这一句佛号中包含一正二报。如果能说得更详细呢，那更好。有人说这有什么好处吗？会不会发财啊？好处很多，何止是发财而已啊。这个《龙书净土文》里面啊，记载这样一则故事。唐朝有一个叫房住的
在家居士。有一天呢，突然暴毙了，就是死了，被阎罗王啊请去了，不是抓去的，请去的。阎罗王对他很客气，待若上宾一般招待他，然后啊就跟他说，根据你以前的这些言行记录，就是一般民间讲的圣史簿、圣史档案记载，你呀曾经劝过一个人念佛，这个人真的念佛已经往生了，根据这个功德你应该往生极乐世界，你为什么不念佛呢？啊，这才知道原来阎罗王请他来啊是劝他念佛的，他有这个善根，也有这个机缘。这个房住居士啊就跟阎罗王说了，我的心愿啊是想到五台山啊去拜拜文殊菩萨，极乐世界太远了，我不想去。阎罗王啊也很赞叹，说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固然很好，可是总没有到极乐世界来的殊胜，还是劝他，你要到极乐世界去好好念佛。可是这个房住居士呢很固执，就认定了极乐世界太远，我呢我要到五台山拜拜文殊菩萨，我这一生的心愿就满了。过去走路啊，这个朝拜四大名山不是每个人说想做就能做到的，所以啊也是啊很不容易的一桩心愿。后来阎罗王啊很感叹的摇了摇头，说既然这样，那我也不勉强你，告诉他寿命还有多少，你回去之后呢好好修学，但临走之前还是交代你最好还是念佛到极乐世界去。出来之后把这个事情啊记下来，龙书净土文中有记录。从这个例子啊我们可以啊看到，劝一个人往生真往生了，真的像以前老和尚讲的，自己往生啊就有了保障。这个就像大慈菩萨讲的一样，能多劝两个人比自己精进，能劝到十余人福德已无量，能劝百余千是名真菩萨，又能过万数即名阿弥陀。为什么呢？心量大，愿力大，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莲池海会共聚会。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利他真实，就是发真诚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众生听闻到净土法门，发愿到极乐世界去。说到这里啊大家帮帮忙，帮什么忙呢？这一生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明白什么意思吧？这样呢我这边往生有保障了。话虽这么说，实际上呢这个是自利利他的事情。那么我们呢在生活当中随缘给人介绍，在介绍的时候啊要讲求一些善巧方便。也有一些朋友讲，我也劝人念佛了，可是效果不彰，不明显。我曾经遇到一个同修，他也是很认真听老和尚讲经，听到这个念佛多好，要往生极乐世界，要劝人。他回家呢就去劝他80多岁的老母亲念佛往生，可是不劝还好，越劝呢母亲越反感。本来以前啊多少还吃素，结果他劝了之后不吃素了，肉吃得更大块。本来以前对佛法还有点好感，自从他劝了之后更加反感，他就很苦恼，
有一天遇到就说，哎呀，法师怎么办啊，是不是这老人家业障深重啊？这个一般学佛人呢，学了佛啊，别的没学到，业障深重学到了。这个人不听劝，肯定业障深重，而忽略了是不是我们用的方法不够圆满，我们的善巧是不是不够到位，或许跟这个有关系。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劝呢？他就说，这个经上讲的，这个不念佛要堕地狱的。哎，经上有时候也真这么像地藏经上讲的，真的是这样。哎，这个众生啊，失去人身之后再得人身的机会不多，多半到哪里山头去了，这个毫不夸张。然后啊，他就跟他这个老母亲这样说，你要念佛啊，不念佛将来要堕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个老人家听到之后很恐怖啊，他一想，哎呀，这个阿弥陀佛到底什么人这么厉害，我要不念他把我送到地狱去，很恐怖啊，哎呀，赶紧离他远一点。以前觉得还不错，现在才知道这么恐怖。从此以后心生反感，原因这么来的。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哪里是劝啊，这简直啊是在恐吓一个人啊，用心是好的，可是让人的感觉啊总是很别扭。这是什么呢？劝人的时候在善巧这一边做得不够到位。你说那该怎么劝呢？譬如我们劝人念阿弥陀佛，给人介绍净土法门，我们不能啊开口闭口念佛什么好处啊，哎，念佛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欲知实质多好多好。别人一听啊，摇一摇头，接下来不再听了。往生我们说的好听，在一般人认为往生就是死。你一问，哎，念佛有什么好处啊，那边就回答念佛就是找死。你说他怎么可能会产生好感呢？怎么可能会升起兴趣呢？你又怎么指望他会天天念佛呢？不可能的事情。那应该怎样呢？换个说法，念佛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念佛往生极乐就是极乐的意思，阿弥陀佛翻译成中国话是无量觉，那个无量里面包含无量光无量寿，后面省略了，省略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无量的欢喜，无量的快乐，无量的福报，都在这一句名号中，念阿弥陀佛通通包含。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给人介绍念佛有什么好处啊，你可以试试看，保证你念佛比不念佛的时候开心。尤其是烦恼的时候，困扰的时候，心不安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提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心当下就会很自在很清凉。晚上走夜路很害怕，试试看念阿弥陀佛很管用，睡不着觉呢，念阿弥陀佛很快就睡着。哎，这个可是真的。如果啊，这个有同学遇到这些，比如得忧郁症的、失眠的朋友，下次啊，你劝他别去什么精神病院找什么心理医生，直接带他来听经，很管用。睡不着觉的在这边听两个小时肯定睡得很好。在念佛堂里面念一天佛，肯定啊他回家会睡得很香。什么缘故啊？心安了，磁场好，这个真的是行之有效的。所以我们跟人介绍这个念佛法门呢，要从实用的角度，从现前大众欢喜的角度。往生啊，往生是念佛以后最终的果报，我们先要让他走进来，先要让他明了念佛的现实利益，这样呢人才会生欢喜心。
欢欢喜喜走进来，这样升起了信心之后，再一步一步去学习，最终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是最高目标。这样它有个过程。嘿，这是讲赞叹，就是劝人念佛。又真实心中口业毁厌三界六道等自他一正二报苦恶之事。